沈楼主，做这些太辛苦了，您还是别做了。不辛苦，你看这都好了。好像还少了点甜，没问题，一会儿再蒸一笼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啊，还要再做一笼啊？ 寒光挑剔，我自然要做到最好了。哎，紫嫣招摇宠，招摇莫清宠，您的宝贝让爱他美来宠。紫嫣邀您一起招摇。 江武，你现在和他硬拼也讨不着好处。他杀了我兄弟，你还护着他？哎，他现在这个状态你也看见了。即便在这儿，你也拿不到你想要的答案。母亲，母亲，你醒醒，你清醒点，母亲，母亲。 李晨岚拿命了！江武，今天的事到底因谁而起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今晚大家都冷静一下，明日午时5点再行商议。 在万物们还有何意义？他们欠我的命还没还，我当然要留在这儿。那为何要等到明天？今晚又不知他们会商量出什么对策。阿武啊，那陆昭瑶根本就是个祸水。天下女人这么多。 杀了他，我回头给你找个更好的。我还用不着你来给我做决定。为了一个女人。
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今日我宋义愿与李恩、江武结为异姓兄弟，自此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歃血为誓，如有背义，犹如此契。小恩的仇，我一定会报的。我绝对不会放过李晨兰。李晨兰，李晨兰！阿武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那陆昭瑶和李晨兰是同一道的。你不对付陆昭瑶，也对付不了李晨兰。这么多年的兄弟情，就比不过一个女人。他是陆昭瑶，这世间的一切都抵不过一个陆昭瑶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。门主，把你们山主叫来。是。你会和江武走吗？你觉得我会吗？他和他都让我变得不像自己。山主，门主深夜求医。哪个门主？是厉门主，陆门主带他来的，人已经在前厅了。他又怎么了？是厉门主，他全身黑气缠绕。去备药箱。是。怎么回事？之前你体内两股气息还能势均力敌，如今你连意志都已经很费力了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他不说，你说。陈兰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何要杀了江武的亲信？你实话告诉我，心魔若是压制不住的话，
会怎样？只有杀了我，才可以让我平静。也不用太过紧张。韩光上次与我说，他现在正在着手培育幻骨。不过，要再等5年。准备好陪命了？陪命不行，别的都可以。我等了一晚上，就等到这种答复是吗？我说了，我要一条命。他的命不给我，我就要他手底下人的一条命。不行。这件事是我的错，我可以辞去万鲁门门主一职。我也可以离开，从此万鲁门就是你的天下。条命，我就要一条命。你们不想给，我就自己取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件一件亲手取回来。母亲，母亲，你醒醒！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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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清醒一点！
向你保证，我会让厉晨岚失去所有的。今往后，你们可以尽情地找万路门的麻烦，能带回来的就带回来，带不回来的就地杀掉。遵门主命，走。小一哥，兄弟们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，你不高兴吗？我没有不高兴，只是小恩虽然死得冤枉，但也不是没有价值。他让以前的阿武回来了，
若不是我控制不了心魔，阿达也不会受到牵连。我真的不应该被他挑衅。母亲，你只是被心魔所影响。郭寒光近日将出门替你寻药，等他回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又来干什么？实在是难以启口之事。别废话。寒光，陈兰的心魔不能再等你五年了。给我三天时间。为难你了，你回去告诉陆昭瑶和李晨兰，让他们安心等着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一定见死不救。好。寒光，你做成了，我尝尝。哎，还不成，这次做的少了点甜，回头我再蒸一笼，多放点饴糖再给你尝。你做的我怎么会挑？就是因为给你做的，所以我希望你入口时能尝到的是最好的。你做事还是这么尽善尽美。对了，我过两天要出门两三日。你要去哪儿？去虚宗门帮李晨兰求药。能求到吗？不知道，但也需要试试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求到求不到的，我两三日就回来。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对了，千金，你给我做的东西少了什么？也不会少了甜。听闻金仙有离去之意，这是为何？是在下有招待不周之处？江门主招待甚是周到，只是我在这虚宗门也待了不少时日，
可功法却迟迟不能恢复。我深知江门主已经尽力，然而江湖之大，或许别的地方自有解决之法，所以特地来向江门主辞行。这治病啊，还需循序渐进，还望金仙不要操之过急。如今万路门屠戮江湖，我实在无心在此慢慢静养，若不能替天下苍生而奋战，我又何必苟且偷生。如果金仙这么说，我虚宗门实在不敢担此重责，但想要快速治好金仙的病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是此法过于凶险，而且还需一味极其珍贵的药材。什么药材？虚宗门秘药幻骨。江门主，骆某为天下苍生不惧凶险，请江门主赐药。此法成败各占一半，成则生，败则死，金仙可想好了？请江门主赐药。在下定不负金仙所托。师父，金仙，万路门顾寒光求见。啊，应该是为斗药仪式而来，我先去打发一下，稍后就来。有劳了。走。当年我记得你就是在这块匾之下拜师行礼的。师兄，多年未见，门中还是一如往昔。世事沧桑还是有些许变化的。今年斗药，我见你在医术上又有了新的造诣。侥幸胜出而已，倒是师兄你送来的幻骨让我倍感惊奇。是啊，总算是培育出来了。这么说，师兄可是知道如何使用？尚未参透秘技，尚不知如何使用。我此次回来是有一个不请之请，想借幻骨暂时一用。你可还记得这幻骨对我的意义？记得。记得你还解药？当年我虽然离开虚宗门，但是我从未忘记与你的约定。我保证，我一定按时归还一处幻骨，并且与你一起解开秘术的禁锢。所以我这次来，还请师兄。师弟，你这一路行来也是舟车劳顿，好在这些年来你的房间我都一直给你留着。今天天色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，有任何事情我们改日再议。
谁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兄，原来骆明轩在你这儿，你可知道，他是用别人的血液为自己解除封印，如此行径，你竟然还帮他。江门主，难道你万路门的人也要手下留情吗？可他毕竟是我的师弟啊。叛教之人何来情义？况且他现在已经知道我在你虚宗门，若是让他传信给万路门，那虚宗门马上就要面临灭顶之灾。就算你顾及昔日同门之谊，也需将他囚禁。来人，把顾寒光押入地牢，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。是。师父，我们为什么要把师叔关起来呢？我们虚宗门向来不理会江湖纷争，那金仙与万路门之间的争斗我们从未涉足其间啊。因为我现在需要金仙的信任。师父，徒儿觉得师叔毕竟曾是我门中之人，即便身在万路门，行的也是救死扶伤之事，总不好因为金仙的一句话而针对师叔，不如我们将他放了吧。现在不行，再过三日，再过三日便好。夜深了，你先回去睡吧。是。终于做好了，哎，终于做好了。阿斯，你也尝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寒光喜欢的口味。如果不够好，我一会儿再做一笼。怎么样？蛮好，蛮好，正是山主喜欢的口味。太好了。时日也不早了，寒光估计快回来了，刚好能吃到。嗯。看得不顺眼，来，喝酒，来来来，喝，来，接着喝，喝，酒不错啊，是，来来吃菜。你们去帮我拿几支银针和药酒。一个阶下囚还想在这儿要这要那儿的。来，接着喝。喝喝喝。
烧酒也可以。你想要啊？我还想喝呢。